游啊。好，这个球队的衣服，但是我绝对，他们如果在街上一定看不出来他们是打篮球，他们的个子真是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。教练你好。小燕姐好。燕子好。对对对，嗯，我们这边有个签名球送给小燕姐。哇，全部给你接龙签名了吗？是签名。哇，北一女篮球队拿下成军15年来首座冠军杯，赢球关键除了球员齐心之外，最重要的幕后推手是他，总教练骆彦平。独树一格的带兵风格，让小绿绿打出一场漂亮的逆转胜。这两位是助理教练，助理教练是高佩仪小姐。对，你好。对，吴敏华老师，对不对？他们又是老师又是教练。是。哦，你确定你是老师吗？是。你长得很像同学，就跟小燕姐一样，比较年轻一点。Yes。骆教练啊，这次这个很多就说到这个很多的故事啊，最重要一个故事，你是给他们看 DVD 啊，是啊，这样看 DVD 就可以打第一名啊。对，以后就不用练球看 DVD。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夺冠的画面。冠军后的第一天早上，连续两天创下惊人绿色奇迹的小绿绿，还是一如往常的在体育馆练球。不过谈到如同林来峰翻版的绿来峰，球员们还是难掩兴奋。那时候就想最后一集啊，就投出去，反正也是最后一场，没什么损失啊，然后就投，就真的就进的。哇，真的没想到真的进的，就真的很开心。因为这记关键压哨三分弹帮助北女中追平比数，杀进延长赛。队长张雨涵也在高三的最后一站完成梦想，拿下 MVP。就最后一场球啦，都高三了，就。做自己能做的事，然后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。在延长赛攻下6分，轩轩抢下全队最高的16分。美女平均身高不比别人高，但是人小志气高，其实有秘密武器。球员在紧张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他们说：“你拿到球，你就把自己扮演成林来峰。”然后他们确实都表现得不错。决赛的部分，我们是看了那个石泉大鹏男，他们有说如果打赢，他们就会在那个场上跳一段给大家看。投入球队训练，还要盯小朋友的课业。小绿绿口中的教练洛姐忙到没时间谈恋爱。不过这群小朋友很争气，就算之前跟浦门交手惨败32分，但是在冠军战跑回来，也创下 HBO 史上最经典的奇迹一战。我自己也不是小绿绿，我跟着掉眼泪，这个就是一种开心，因为是一个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你没嫁出去啊？对不起啊，应该不是因为篮球的关系吗？是吗？应该是。应该是啊。哇，这下我们跟校长谈谈吧。好。不过。骆教练其实来到北一女并没有多少年嘛。我当助理教练是10年，然后总教练是2年。先当助理教练。对对对，10年，然后总教练是2年，今年是第2年。哇，当了总教练啊！所以你们还有8、9年哈。哎，对对，我比较资深。你比较资深？我是年资比较长，但是年纪普通这样。哦，年纪普通。觉得北一女第一，他们个头不高哦，但是呢，他们又觉得课业是最忙的，所以当大家觉得说你们会逆转胜的时候，当然很重要就是你那一球啦。你是队长对不对？你每对他每次都说爬高山了。北一女篮球队队长张雨涵在比赛终了前10秒投进追平比数的3分球，让球队打进延长赛，更顺利拿下队史上第一座冠军杯。那句话讲得好像啊，好无奈，哎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是这样的精神吗？不是啦，对不对？在最后那一刹那，那3分进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延长赛，对不对？你那时候觉得我一定要进，是不是？有啊，有吗？要进，一定要进，就进了。对，他就进了。他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在学校？
很认真负责。功课呢？还不错。这句话有这么难讲？不是，因为在北女中话，看你要跟谁比啊？对，如果跟我比就还不错。就北女，对，你也是北一女的吗？是，曾经是，是的，对。哇，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位。大家好，我是15号曾玉洁，然后打小前锋。小前锋，你是？我也是前锋。你是前锋，前锋就第三高，就是对。哦，其实你们个子真的不高哎。对，我们教练身材比较好。啊？教练身材。教练是比较好。这教练身材比较好，教练也不能上去打，对不对？教练只是在台叫你是不是？叫不要叫别人跑快一点。好，记着。大家好，我叫谢欣燕。你怎么像我待会要访问的另外一对？